你跟秋文是什么关系？哈哈，你和秋文是什么关系？欠一个告白的情侣。因为他太忙了，没有空跟我告白。对对，不过他也不要太随便的告白。他那时只是口头上就是这样子问一下吧，我就没有打算接受这样草率的告白。今天终于是正热了，然后我跟阿阳还有阿凯，现在两个人会过去在那边帮忙他拍。其实他是叫我们去帮忙他拍的，我们就顺便拍卖给自己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过去秋文的生日会先。生日快乐耶、还有什么表示吗？这样很 dry 哦。如果是告白你会接受吗？这样子就这样啊，接受没有就这样啊，就这样的话 Are you kidding me? 够了咯，只要有你在就够了。我先可能准备过去拍摄了，走吧，拜拜拜拜。刚刚呢，我就骗了秋文说我需要提早离开去工作去拍摄，其实他不知道我已经为他准备了多一场生日会。他的姐妹现在就会帮我扯着他的时间，让我有时间先过去现场去彩排去准备。 Let's go。 谢谢大家的时间，真的真的，过后也很不好意思让你们等了这样久，因为没事。
单身了30年，追求过的女生当中，只有你愿意给我机会，谢谢你。希望我可以给到你爱情，也可以给到你面包，所以张秋文，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？我愿意做你的女朋友，我爱你。你看我们自己厉害了，这个东西我们自己录的，你知道吗？还有，因为三星在忙，所以我们跟录一下。秋文的生日祝福，是淋完雨了，是啊，可见我们真是好兄弟，好非常的感动，是非常的祝福你们。我们两个还有5个 meeting 呢，我们这赶着走要去开个会，所以在这边祝秋文生日快乐，还有祝你们甜甜蜜蜜，掌声跪姿啊！恭喜你们脱单啦！非常感谢上天邀请我们来到这里，然后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盛大的告白仪式，然后我们祝福他就是爱爱长长久久，早生贵子。祝上天还有秋文幸福快乐，早生贵子，还有祝秋文生日快乐，耶、yeah. yeah. ！上天秋文以后就交给你喽，要好好照顾好，她是我唯一的姐姐，祝你们幸福。